大家好，这是门川町宫崎县所指定的文化遗产，它叫 Uski Mokusei。 对，然后它在九月中到十月中旬的时候，它会开一个比较偏黄色的花，然后大概在那两周之间开花的全盛期，会非常漂亮。看到我们左手边小松石塔群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它之前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寺庙，